我们在明，他们在暗，眼下静观其变，大家不要轻举妄动。 玲珑，无名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伤势应该不重，休养一段时间便好。幸亏没事，我们尽快离开这里。快走！ 我们先在这里稍作休整。 再做下一步打算。这锦河里到底藏着什么玄机？鸠鬼次郎死咬不放。我也不知道。眼下我们已经突围，不妨研究一下锦河里的宝物。好。你们看，此书是养铎先生的御史智人录，想不到会落到东洋人的手中。东洋人素来仰慕我们中国文化。 养铎先生是鬼谷子第八世代传人，倾尽毕生所学才完成这本《御史智人录》。我听师叔说过，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学术大家，通天彻地，智慧卓绝，无人能及。养铎先生作为鬼谷子的传人，东洋人自然是绞尽脑汁的想要得到这本旷世奇书。《御史智人录》一书汲取了养铎先生毕生智慧，精演纵横家、道家、兵家之所长。 记载了纵横捭阖与权谋策略之术，字字珠玑，见解得到。如果能领略书中精妙，便可以指点江山，睥睨天下。这些不过是江湖传言罢了。但书中确实记载了日行相为、布阵行军、游记广文、养生延寿等内容，可所谓通天彻地，集百家之长。那这本书怎么会落到东洋人手里？养铎先生是方外高人，不屑与东洋人为伍。 而东洋人屡次登门拜访，皆被拒之门外。后来一怒之下夺走了这本《御史智人录》。那我们千辛万苦得来这本书，不就是要归还于养铎先生吗？哎，大可不必。养铎先生云游四海，行踪不定。我与养铎先生素有交情，曾听先生说过，这书中会有一幅藏宝地图。若有缘人能参透其中玄机，便将此书相赠。如果我们能解开这个宝藏之谜，效仿赤眉之举。 将得来的财富用之于民，救济苍生，我相信养铎先生也会赞同我们这么做。那我们不妨打开看看。苍生突突，天下寥寥，诸子百家唯我纵横，这就是藏宝图。这图有形无相，看不出什么端倪。封家是关山太保一脉，擅长寻龙点穴之术。 吴明兄弟，你来看看。青山半月风雷渡，落日悲禽好朽木。飞鸟悬流惊天下，残云蔽穴横尸炉。这阵势何解？我们封家仙人根据星宿天象、阴阳风水，能够分金点穴、寻龙断脉，但是这张图隐晦极深，一时间我也看不明白。连你们关山太保都解不了这阵势。 这可怎么办？3年寻龙，10年点穴，我学到的也只是一些皮毛。要是我师叔在的话，这张图没那么简单。我们群策群力，集思广益，我相信一定会找出这其中的秘密。